陆委会说，对岸告诉我们人在他们那里。那请问你们有跟他通过电话吗？有确认人就在那里吗？我们现在当然是要努力来跟有没有把握中国来这个有没有把握？你到现在我请问大的努力，院长，我只问一个问题：我们政府单位官方有没有跟这一个阿兵哥有通上电话，证明他在那里？还是没有，还是说没有，完全就是传话。蔡英文总统至今没有发表任何谈话，这是我觉得很不应该的事情。这个叫将帅无能，累死三军。为什么他要冒这么大的风险？到现在你们可能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原因啦、可是从旁各种的猜测，都会觉得这是一个要说离谱。如果他就这样子冒这个风险，是真的很离谱了。啊，要不然就是有计划了，要不然就是有人接应了。刚才我要来质询之前，媒体有一个报道：二胆上兵获救，内幕曝光，游到体力不支，急扣对岸的海警救援。我不晓得你信不信，但是媒体报的。但是以我服役的经验，那个地方。二胆岛距离厦门4.4公里，4000多公尺。你的泳技要很好啦，晚上看不到方向啦，海水温度很低啦，让就算让你穿救生衣啦，海流你怎么控制啦？你有办法确认你会游到对岸去吗？然后这要多大的勇气？为了30万的债务吗？然后他下去了，现在海。昨天我质询的时候，陆委会说，对岸告诉我们人在他们那里，那就是确认人在他们那里嘛。那请问你们有跟他通过电话吗？你们有透过任何一个单位跟他联络吗？有确认人就在那里吗？委员现在已经在问我了吗？我可以答吗？我问院长。好，这个部分哦，国防部跟陆委会都有保持联系了哈。那我们他们希望呢能够接这一位这个士兵回来，能接回来吗？好，我们现在当然是要努力来跟有没有把握中国来这个有没有把握？你到现在我请问最大的努力院长，我只问一个问题：我们政府单位官方有没有跟这个阿兵哥有通上电话，证明他在那里？还是没有？还是说没有？完全就是传话？
院长你知道吗？可不可以容许鲍委员？可以容许部长你讲。讲几句啊。陈如刚委员所讲的，现在有很多可能，我都耳闻。我也耳闻到，我也耳闻到了。但我们为什么国防部不对外讲那么明确？因为说是耳闻。我们现在查了，状况一来以后，第一个从我们自己内部管理有没有问题，枪械有没有短少，组织功能有没有发挥，已经在查了。但目前得到答案是很平常，但我们并没有对外讲那么笃定原因在哪里，因为要看当事人。所以说这种事情都不希望发生，但发生以后我们要统一处理。哎，部长，你讲到听到什么有就认定什么。你讲现在讲到一个重点，因为人在对岸，所以其实现在中共的决定呢、啊，他怎么样决定，等于是主宰了一切哦，你知道吗？尤其在两岸又没有非常畅通互信的状况底下，老实讲，他讲什么你就只能听什么。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联络到他那个人。虽然听什么，但我们不能就针对他讲的我们就信什么。我们听到我们要评断。所以这件事情就已经不是一个单纯的说意外，或者单纯的我们的阿兵哥飘到对岸去，他已经变成两岸政治上面博弈的延长赛，政治博弈的延长赛。这个处理不好，会重创国军的形象信心，也会对政府的威信造成非常大的影响，更会对我们的国际信任得到打击。你要想啊，如果连这个都处理不好，连你的军纪内部管理都变成这样子的时候，那你要怎么打仗？还有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的人民信心在哪里？对政府的信心在哪里？对国军的信心在哪里？然后发生这些重大的危机案件、军纪案件，我必须讲，蔡英文总统至今没有发表任何谈话，这是我觉得很不应该的事情。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国家，包括美国好了。美国军中发生性侵案的时候，奥巴马出来讲重话，如果属实，这些人都应该被开除、被审判。军中发生重大性侵案。危机案件，然后呢？这个，另外你再看 ，Trump， 川普针对美国的军法官释放的一位逃兵，他讲了重话，然后这个决定对国家跟军队是一个彻底的耻辱。你怎么可以释放逃兵？再来 ，Bush， 他也讲，那时候美军怎么样？他虐待战俘。所以他讲了一句话，将做错事的人绳之以法，他们的行为不代表美国的价值观。蔡英文总统这几天讲什么，我们看一下在干什么。你看他的脸书从头到尾在干什么。 WBC 经典赛很重要没有错，但好歹你对国军的事出这么多包，你都不用讲话吗？然后呢，你可以去参访很多地方，你也对311的事情发表，对日本的311的周年你发表讲话，你居然没有对你所带领的三军讲任何一句话，这个叫将帅无能，累死三军，百姓自力救济。我要讲的是，三军统帅才是该负最大的责任。今天国防部长已经道了好几次歉，已经道歉好几次了啦。阿兵哥没肉吃，你也道歉嘛，哈！我跟我们官兵道歉了。我对，我知道你就是因为跟官兵道歉嘛。我没照顾好。我会觉得说，做一个三军统帅的事情，对于这些事情至今没有表态，才该负最大的责任。所以回到我刚刚一开始跟你讲的，中华民国三个最重要的位置，院长，你大概只有总统没有干上这个位置而已了。而这三个位置严重的影响着国家的安全、人民的信心、国际的信任。所以如果你们没有把这些事情处理好的话，不要小看一个小兵的个案，这个后面还有得看，后面还有得看。我们老共要怎么样来回应你，他等于主宰决定的这一切。所以我想请教院长，至今你们有没有跟他通过话？我们会好好的处理这个个案，好好的处理。